大声，请勇敢地说。看我的新舞蹈衣好看不？哟，穿了新衣服在这显摆啥？赶紧给我脱了去！凭啥你说脱就脱呀、啊？算了，要不我还是换我原来那个旧衣服。课后天天练教一下。嗨，你怎么不收我的？课后天天练教一下。你以后别再给老师说我没教了。你看他那傻样。哎，是不刚高三的哥哥找我呢？上次让你跑了，真是便宜你了，居然还敢告老师！你谈恋爱那个事儿不是我给老师说的，是……哎呦，你快看他，居然装无辜 哎！好可怜，好心疼呀！让你再装可怜！我都说了，以后不要欺负我。老师，就他们欺负梅子，干啥呢都？老师。您处理我吧，我刚刚事情的经过呢，我刚刚听朵拉说的，是他们先动的手，你啊是正当防卫，我们都在，别害怕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同学，走，你俩给我去这条处。面对校园霸凌，我们应该勇敢地说不。哪一瞬间让你突然想放弃舞蹈？侧空翻谁今天再翻不过去啊，中的饭你也别吃了，就留下来练，练会为止。你多看我两眼，你就能翻过去了。走。服了，招生的时候就说不要招你个儿高，看看，一点爆发力都没有，摆腿速度还那么慢啊！你那腿是借的还是假肢啊？老师，梅子她翻过去了。耶，我终于还能翻过去了。你再翻一个我看看。加油，梅子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去旁边练去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来，下一个。你们家长平时回去一定要监督。今天上课怎么样啊？这节课就是一个半小时。哎，老师，麻烦问一下，我们家梅子最近表现怎么样啊？好着呢，好着呢。你们家妈，咱走吧。走啥走？妈还没问清楚情况呢，这人多不得一个一个来吗？哎，老师，您上课饿了吧？这是我刚买的煎饼果子，还热着呢，您快吃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，我们家梅子可喜欢吃这个，上课用。妈。咱走吧，看着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还能吃，老师您忙啊。妈，走吧。哎，嗨，你们老师也忙，咱就别给老师添麻烦了。你这个妈吃，妈再给你买一个啊，快收拾东西，走。拥有这样的同学，你羡慕了吗？走，一二三。说了多少遍了，是快出快出，我去接杯水自己练啊。嗯，这个叫你来接哪个动作来着？好像是双簧手。这个组合他就教了一节课，切，谁能记住 ？Later。啥呀啥呀，跳的都是啥呀？来，所有人站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下课给我画舞蹈笔记，第二天上课我检查。今天就这样，下课。命可真惨。哎，你们看，老师要画的舞蹈笔记是这样子的不？哇塞，这画太详细了吧！本子拿来，让我今天回去借鉴一下。那要不你们把本子给我，我今晚回家帮你们每个人画一个模板，这样以后记笔记的时候只用换动作就行了。那是。这节课我去开个会啊，课代表你坐到前面来看着，检查一下背诵。哦，好的，老师。耶！哎，老范还没走远，你们后面的同学说话声音稍微小点，背过的同学可以来找我背了。我来，我来。开始吧。忙之滋滋，抱布贸丝。下一句是啥？匪来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无来。你没背过下去，别浪费时间。瞧，关你什么事儿？ Later。 反事不思一言哉，反事不思一言哉，嘿，我这算是背过了吧。嗯，通过了。下一个，天空是绵绵的脏，舞蹈生遇到的那些神仙老师。一哒哒，二三哒哒，哎，停电了，耶，不用排练了，赶紧跑，跑得慢就被老师抓回来了，快走，快祝你生日快乐。老师，今天清明节谁过生日啊？梅子，生日快乐！给我过生日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你们赶快吃吧，一人一根吹蜡烛喽。
梅子，看看你喜欢啥，老师给你买个生日礼物。不用了，老师，您能记得我生日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哎，这有啥？挑吧，又花不了几个钱。那我就要这个兰博基尼跑车吧。眼光还挺好。来，把你们的手机都打开，每人给梅子砍一刀。没问题，我小号可多了。老师，我还要砍掉红包了。Day two， 你快拉呀，我一会儿上舞蹈课该迟到了。慕容老师，谢谢您昨天给我过生日，这是我专门给您冲的咖啡，谢谢您尝尝。你这是进口的吧？老师，你可真识货呀，这可是猫式咖啡，很难搞到的。哟，那你在哪儿买的？啊？不用买呀，你想喝我随时可以让他给你啦。慕容老师，我得先走了，我还得去给校长调配猫屎咖啡呢。哪一瞬间让你突然想放弃舞蹈？马兰开花21，2825。呀，你们猫都死了，赶紧过来撑皮筋。哎呀，老是我们撑皮筋。梅子，走了，该上舞蹈课了。哎妈，我再玩一会儿，就5分钟，马上马上。别玩了，赶紧走了，马上迟到了，快点。那你们等我，我晚上上完舞蹈课再来找你们玩。我们再也不跟你玩了，没意思。走，去我家看凹凸世界去。老师上节课教的动作都记住了吧？马上该考级了。记住了。哟，大舞蹈家舍得回来上课了。我就请了几天假，桌子上都是谁的东西啊？我们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这我的。哎，这火锅我的。都拿好自己的文具啊，跟我去三班准备月考。月考？啊。最近去参加舞蹈比赛落了这么多节课，这题一道也不会呀。自己写自己的啊。Day two， 看看你这成绩，你这心思压根就没放在学习上。那个就是他们班的艺术生。你这成绩太拖咱班后腿了，把家长叫过来吧，不行就留级啊。舞蹈生小时候的心酸成长史。下周艺术进校园，咱班又出一个节目。哎，老师，他俩不是舞蹈队的吗？那你俩利用课下时间自己找同学排练啊。老师，我才是咱们班的文艺委员。那你们就一起组织一下。好的，老师。A two。我喜欢眯着他的双眼。凭啥你先在前面跳？你排之后我也太丑了吧？这你说跳啥？反正我不想跟你们一起跳，跟我玩的都跟我走。咱俩排。我是妈 ，Tomorrow。我是妈，眯着她的双眼。我是妈。梅子，不好了，他们偷咱们舞蹈动作。走，看看去。谁规定的这个动作就是你们的？这是我从网上扒的。网上哪有这个动作？这个动作是我们舞蹈班慕容老师原创的。我是文艺委员，你们就得听我的。我不听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你们休息吵吵啥呢？老师，他偷我们舞蹈动作。都是一个班的，什么你的我的，就是你们这些艺术生把咱们班现在搞得乌烟瘴气。这次节目东莞你一个人试朗诵，其他人都别去了。都怪你，